男朋友不能不知道的鸡腿的正确吃法。今天的料汁他可喜欢了，使用快乐水打的底哦。配方我放在屏幕上了。煎鸡腿的时候记住皮面向下新煎，煎到金黄酥脆再翻面，切成刚好可以一口吃掉的大小，撒上辣椒面翻炒均匀，倒入调好的料汁先焖一会儿。对象突然想吃石榴，可不是要你一整个丢给他，这样切开掰开石榴更好的拖出来，放进冰箱里面冰过之后口感更好。鸡腿已经完全入味啦，淋上点水淀粉勾芡一下，料汁一点都不要浪费哦，拌饭味道特别好。大口吃肉，大口吃饭，这也太满足了，快走给你爱的人吃吧。